送你个礼物，哦、谢谢，猕猴桃，嗯、哦，谢谢谢谢啊，奇异果，奇异果，怎么我们是在奇异平台播，所以送了奇异果？对，你要好好吃它哦。好，你今天的这场戏有什么感受吗？我今天这场戏就拍的挺爽的吧？对，因为其实，像上一次我们拍的时候，然后你们不是不在嘛，对吧？然后我们今天的时候拍的是尾巴嘛。上一次在拍的时候那一天，就感觉自己拍的挺爽。我感觉我真的像一个主持人，然后他也真的很正经的回答我这个问题啊，那要不正经一点吗？不错不错，看你一直绑在那儿，难受吗？很辛苦吧？啊，挺难受的，我应该活动一下再上去。没活动，我今天没活动，对，然后掉在那边。因为我跟菲菲也一直在那说，就是你那个姿势，就肯定等会儿下来的时候就固定住了。嗯，真的特别累。我们看你和武哥的这场就真的。很好看，然后很期待这场。我再努努力。嗯，好，加油，拜拜，拜拜。